让五儿蒙冤的茯苓霜为何是贾府里的抢手货？让晴雯喜欢的蒿子杆又为何会如此诱人？王熙凤吃的奶子糖精米粥原来一点都不简单。贾宝玉喜欢喝的虾丸鸡皮汤秘密其实还有很多。中华医药系列特别节目探秘红楼美食，敬请关注。珍爱生命，关注健康，欢迎收看中华医药。洪涛在北京问候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啊，一提起保健，人们往往想到一个字，那就是补。出发点啊，自然是补身体之虚，防病于未发之时。那您说什么最补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肯定是人参。人参熬汤那是大补啊。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人参便宜得多，但补虚的功效却差不多，那就是浓米汤。这可不是信口胡说的，是有证据的。清代名医王世雄就说，贫人患虚症，以浓米汤代参汤，每收其剂。不仅如此，还有例证呢。话说在《红楼梦》里啊，有一次贾宝玉和王熙凤都病得奄奄一息了。等渐渐醒来了之后啊，贾母王夫人马上就让人熬了米汤来给他们喝，这才精神渐长，醒了人事。什么米汤这么神奇呢？不忙，今天的节目啊就告诉您。不过在这之前，先说点《红楼梦》里的其他事情。在《红楼梦》通行本第61回当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大观园里的保安主管林之孝家的，带领几个丫头婆子，深更半夜的在大观园里抓贼，果然在厨娘刘嫂子那儿发现了赃物。这是宝爷屋里的方官送给我的。放屁！这就是太太房里少的那瓶玫瑰露。玫瑰露就是之前咱们说过的，贾宝玉挨打之后想喝酸梅汤没喝成，母亲王夫人让袭人带给他的。那可是来自皇宫里的东西，怎么就让人偷了去呢？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的赃证只有呈报了，凭你主持前辩去，再细细的搜查一遍，恐怕还有别的赃物呢。走。哎，果然在刘嫂子的女儿五儿的柜子里又搜出了一包东西。茯苓霜，准是偷来的。看你还赖！哎呦，走，见二奶奶去。冤枉啊，平儿姐姐，玫瑰露连瓶子都是方官跟宝爷要来送给我的，不是偷的。这也不难，等明儿问了方官便知真假。可这茯苓霜前天来人送来，等老太太太太看了才敢打动，总不该偷了去啊。茯苓霜是我舅舅送的。胡说！你舅舅哪儿来的茯苓霜？莫不是他偷来的？为这件事儿，五儿被关起来调查，而他的母亲厨娘刘嫂子也为此差一点丢了管理厨房的工作。看过了上次节目，我们都知道了，玫瑰露的确是方官送给五儿的，那这个茯苓霜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茯苓霜到底是不是偷来的呢？咱先不说，今天呀，我们就教您制作茯苓霜。茯苓霜这个名字啊，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如果要是说起它的主要成分茯苓，很多观众啊应该都知道的，至少是听说过。那可是一味著名的中药，像北京有名的小吃茯苓饼就是以茯苓为主要原料制作的。那茯苓霜到底有什么好，值得《红楼梦》里的男男女女如此兴师动众呢？那就让我们先一起去看一看，制作这道茯苓霜都需要准备哪些原料，回来再告诉您。制作茯苓霜，您只需要准备白茯苓100克、鲜牛奶50克、蜂蜜适量即可。
所谓茯苓霜，其实是把新鲜茯苓打成粉，脱水风干之后留下的霜状结晶物质。别看它看起来并不起眼，那可是茯苓的全部精华所在。《红楼梦》里的茯苓霜是当时广东的官员千里迢迢来送给贾府女眷的礼物，而且根据书中描述，这些茯苓霜总共也不过区区几篓，这么珍贵，它到底好在哪儿呢？茯苓啊，其实是寄生在松树根之间的一种真菌，所以啊，中国古代人就把茯苓看作是松树精华化身的神奇之物，有很好的滋补养生的作用。当年慈禧太后内服的13个长寿补益的方子里啊，使用茯苓的就占到了将近一半。茯苓的滋补功能很强，而且茯苓霜啊又是茯苓的精华，那滋补作用就会更好了。所以《红楼梦》中啊，广东的那些官员们才会不远千里啊来送给贾府的女眷们。但是大观园里女眷们喜欢这个茯苓霜啊，可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滋补身体的功能，更因为茯苓霜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那是什么作用呢？我们还是先去看一看茯苓霜的做法，回来再告诉您。今天我们教给您的是另外一种茯苓霜的做法，虽然在做法上和大观园里的茯苓霜有些不同，但作用却是相差无几。首先找一个大盆盛些凉水，将药店买回来的白茯苓掰成小块放进盆里，浸泡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给笼屉上铺上一块干净的纱布，然后再将泡好的白茯苓放在纱布上。用中火蒸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蒸好的茯苓取出来。放进搅拌机。这时候再把牛奶也倒进去，盖上盖子开始搅拌，一直搅拌到看不到明显的颗粒的时候，就算是搅拌好了。然后再把它们倒进砂锅，用大火烧开，锅一开就算好了。稍微冷却以后，再加入适量的蜂蜜，这样这道茯苓霜就做好了。那么据呢经验后方记载啊，就说呢，吃茯苓如果治白日的话，可以肌肤润泽、延年耐老。实际上就说呢，茯苓本身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滋补佳品，但是呢，它本身的美容作用也非常强的。可以美容的茯苓在《红楼梦》里受欢迎，在《大长今》中也受欢迎。在前几年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里，长今刚进宫的时候，地位比他高的宫女经常会故意刁难他，让长今来给他们敷脸做美容。当时长今就说了一个用白茯苓、艾草还有桑树灰、覆盆子等4种药物做美容的偏方。宫女们用了这个偏方后，皮肤变得白皙湿润，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还真是有不错的效果。哎，就说呢，茯苓有个非常好的功效是健脾祛湿。那么这个功效呢，就说茯苓本身呢，它可以通过健脾利湿的作用，使呢皮肤的那种色素细胞呢遭到淡化和缓解，因此呢可以使皮肤呢更白。中国宋代的著名文学大家苏东坡在他的《东坡杂记》里啊这样记载说，常吃茯苓可以面若处子，意思是说啊，经常吃茯苓可以让容颜像小女孩的皮肤一样白皙光滑。
但是前面啊，李教授也说了，说这个茯苓啊有健脾利湿的功效，所以夜尿多的人啊就不宜食用这道茯苓霜了。另外呢，李教授还告诉了我们另一种茯苓美容的方法，既能够达到美容的效果，又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是什么方法呢？那么据《本草品药精会》是这样记载的，就说呢，茯苓可以很好的去除，就说人脸上长的疮啊、斑呀、啊，以及呢妇女产后那种产生的黑斑，因此呢，也经常呢拿蜜和茯苓沫去做面膜。李峰教授说的面膜就是非常著名的三白膏，而且这个三白膏不仅美白的作用特别好，祛斑的功效也非常强。那么它的做法是用白茯苓沫两勺，白芷沫一勺，白芨沫一勺，用牛奶或者是蜜调和敷面就行。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三白膏做面膜美容最好在夜间，就是临睡前做完以后呢，不要见强光，因为白芷粉本身呢它有一些光敏作用，使皮肤呢对光很敏感，如果是白天做完以后受日光照射的话，反倒是脸色变黑了。可以猜测，在《红楼梦》里，无论是年轻的宝钗、黛玉，还是年老的贾母、王夫人、薛姨妈，都是皮肤白皙，没有斑点儿。或许就是因为经常食用茯苓霜的原因吧。言归正传，该回头说说《红楼梦》里偷茯苓霜那件事儿了。按理说啊，这茯苓霜好处再多，也不应该去偷啊。其实啊，最后平儿查明了，说这是一桩冤案。茯苓霜啊，的确是五儿的舅舅收了别人的礼，又转送给他的。事情是查清楚了，是件冤案，但五儿还是平白无故的被关了很久，这损失恐怕是无法挽回了。您看，在贾府里啊，当个仆人是多么不容易啊，那得处处受气。不要说五儿这种最底层的小丫头了。有时候啊，连公子贾宝玉屋里比较受宠的丫鬟晴雯也不例外。快来，快进来，快点，快点，有吗？《红楼梦》里一共出场了大大小小900多个人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仆人，他们或是奶妈，或是杂役，或是丫鬟，用现在的话说，都是蓝领阶层，任务重，压力也大。贾宝玉的丫鬟晴雯有一次就差点被炒了鱿鱼。谁准许你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要想留住健康，留住美丽，似乎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晴雯吧，她那个作为丫鬟呢，对上呢要战战兢兢的，又要很操劳的，生活呢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规律，有点像我们现代生活的蓝领丽人这样的。这种生活往往会导致人呢，第一个就是容易出现的，心烦啊、心火啊这些症状，终日劳劳碌碌的，而且呢，往往会处于一种紧张啊、忙碌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导人呢，身心比较紧张，而且呢，容易产生的应激啊，或者甚至导致呢，血压呢波动偏高的状态。蠢材，蠢材。心烦上火，难免会情绪不佳，血压增高，肯定会非常痛苦。难道也是这么过？这些呀、啊，都是女性美容养颜的大敌。而我们在书中却感觉得到，无论是补求时的永晴雯，还是思善时的俏晴雯，都是肤色亮丽，光彩照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哎，你看你这是怎么说的？拿我的扇子开心！打开扇子家的女姐。她虽然是一个很没有文化的这样一个女奴，但是她在保养身体这一点哈、啊。饮食习惯这一点上，那么他很注意这些个最基本的饮食上的这个保养。注重饮食保养的晴雯爱吃什么呢？在《红楼梦通行本》第61回里，晴雯想吃蒿子杆儿，于是通知厨娘去做。在富甲一方的贾府，宝玉最钟爱的丫鬟，即使想吃山珍海味，也应该不是难事儿吧。可是为什么他偏偏选择了蒿子杆呢？蒿子杆我们都不陌生，
在中国的南北各地啊都能够见到。由于它的花啊很像野菊，所以呢它又叫菊花菜，在中国台湾叫达某菜。常吃这个蒿子杆啊，能够通便、排毒、消食、开胃。但是晴雯爱吃蒿子杆啊，也许是因为蒿子杆的其他的一些什么功效。这几种功效对于像他那样劳碌辛苦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把这道菜要用的配料准备好了，回来就为您揭开蒿子杆的保健秘密。做这道鸡丝蒿子杆，您需要准备蒿子杆750克，鸡脯肉150克，鸡蛋一个。晴雯爱吃的鸡丝蒿子杆原料竟然如此简单，那么这里边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保健秘密呢？蒿子杆呢，既清凉通肠胃，又可以呢益脾胃、开食欲，因此呢可以特别好的帮助这些那个人群吧，食欲调整，同时呢那个胃肠道也表示通畅，这样的话面容也会更好一些，又可以安心气，所以可以很好的使人呢心情平和，然后呢就说呢睡眠呀、或者是精神比较稳定。研究发现，每100克蒿子杆里含有的矿物质钾高达450毫克。对于像晴雯那样忙碌的人来说，蒿子杆的这种特点有着特殊的作用。蒿子杆的这个物质呢，一方面它可以利尿，使人的那个血管呢内容量不至于过高，同时呢也可以通过高血钾的那个对离子的平衡，使呢就是血管它的那个血管壁保持松弛状态。另外呢，结合它自身的使人身心放松的这种作用，特别容易使人呢身心达到平衡，预防呢高血压的发生，或者使血压呢容易平稳。怎么样？说蒿子杆是蓝领人士留住健康的宝贝，一点不假吧？调理肠胃，平心静气，还能够平稳血压，有这么多的功效，还等什么呢？赶紧去药膳厨房学一下这道鸡丝蒿子杆的做法吧。做这道鸡丝蒿子杆的第一步，就是把洗净的蒿子杆摘去叶子，用刀切成寸段。然后放在一旁备用。第二步是把洗净的鸡脯肉改刀切成丝，放进碟子里，打入一个蛋清，再加入味精、盐、水淀粉，抓匀，这样让鸡肉更好的入味。然后在炒锅里倒入植物油，最好多一点，这样呢不至于鸡肉粘锅。油热了以后，把鸡丝放进锅里划散，再把切好的蒿子杆也放进锅里划一下，然后倒出多余的油，加入料酒、味精、盐，最后再加入一点水淀粉，颠翻两下，这道鸡丝蒿子杆就可以出锅了。好了，做完了鸡丝蒿子杆啊，咱们接着讲讲《红楼梦》。您看这《红楼梦》里的仆人们啊，因为地位不高，经常受气，而为了谋生，即使受了气，那也得日夜劳作，不敢有丝毫怠慢。相比之下，贾府里的主人们却悠闲得很。
但是就在这些主人们当中，也有一位非常忙碌的，而且看起来啊，有时候忙碌程度都不亚于手下的仆人呢。这个人啊，就是为贾府操持家务的王熙凤。不仅荣国府里的事儿他要管，这不吗？宁国府里有了事儿，也要他出面来管。让五儿蒙冤的茯苓霜，会不会是贾府里的抢手货？让晴雯喜欢的蒿子杆，又为何会如此诱人？王熙凤吃的奶子糖精米粥，原来一点都不简单。贾宝玉喜欢喝的虾丸鸡皮汤，秘密其实还有很多。中华医药系列特别节目《探秘红楼美食》正在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在《红楼梦》通行本的第十三和十四回里，宁国府贾珍的儿媳秦可卿病亡，悲痛欲绝的贾珍决心要为儿媳操办一场隆重体面的葬礼。那边。然而妻子尤氏这时却偏偏卧病在床，不能料理家事。于是贾珍想到要请精明强干的王熙凤过来帮忙，就先给妹妹行礼了。等事情办完之后，生性好强、素来喜欢卖弄才干的王熙凤，来宁国府上任之后，便使出了浑身解数，把宁国府上上下下的丫头婆子们管教得服服帖帖。每日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管。是。睡迷了，哼，明儿我也睡迷了，后他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别人就难管了，不如现开发的好。哼，带出去打二十板子，出去告诉赖生，隔他一个月的银米。是，二奶奶，哎呀，饶了我！我都是有一定的。尽管王熙凤管理才华出众，可她这次面对的却不是一般的家务，而是规模铺张、礼数繁杂的丧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纰漏，惹人笑话。好强的王熙凤日夜操劳，不敢有丝毫怠慢。回来上夜的交钥匙。第二天。我仍是卯正二刻过来，仍是卯正二刻来，那看来啊，就不是一天这样了，而是天天如此了。卯正二刻其实啊，是相当于现在早晨的6:30左右。那么不妨做一个推测哈，王熙凤是住在荣国府里的，和宁国府啊还有一段距离，再加上早上更衣洗漱的时间，每天想要6:30到达宁国府，恐怕怎么着啊也得5:00多就起床。而书中说王熙凤晚上啊经常是忙到4更天，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凌晨1-2点甚至2-3点。那这样算来啊，她每天最多也只能睡3-4个小时的时间，一般人啊肯定是休息不过来的。可是您再看看王熙凤，他那个精神头厉害劲儿，那哪像是精力不足啊？难不成王熙凤吃了什么大补的好东西？《红楼梦》通行本的第十四回里，曹雪芹在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事务做了详尽描写的同时，竟然也没有忘记对王熙凤的饮食做出交代。那王熙凤在去宁国府之前吃的这碗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什么补品吗？书中是这样描写的：收拾完备，更衣净手，吃了两口奶子糖精米粥。您看到了吧？原来啊，王熙凤吃的就是一道粥。说到这个粥了，在中国啊，可是有几千年历史了。从上古皇帝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啊，都保持着早晚喝粥的习惯。粥固然受人喜爱，可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那可是非常的辛苦操劳啊。
仅仅靠一道粥就能够保持那么好的体力精神吗？贾府里有的是能补益身体的珍馐美味，而王熙凤为什么单单要喝这道奶子糖精米粥呢？您啊，可别小看了它，这道奶子糖精米粥那也是大补的东西呢。咱们先来看一看做这道粥都需要准备哪些原料，回头就告诉您为什么。做这道奶子糖精米粥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精米100克、牛奶250毫升、红糖或白糖适量。这做粥首先就不能少了米，我们知道米的种类繁多，平时用来熬粥的有糯米、小米、薏米等等，那为什么这道粥里一定要用精米呢？精米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地方呢？第一个，精米是平补的，比方说呢，《随溪居饮食谱》是这样说的，就精米甘平，易做粥食，而且呢，粥饭是世间第一补人之物，如果贫者呢用粥来养生的话，有点像就说可以代替参汤一样，因此屡奏奇效。原来精米的过人之处在于它的平补功效。那么什么是平补呢？在中医看来，食物分为寒、凉、平、温热五种性质，不同体质的人适合不同性质的食物，像糯米、小米是温性的，体质偏热的人就不适合多吃，而像薏米是凉性的，体质偏寒的人不能多吃，唯独精米是平性的，既不热也不凉，适宜的人群更广。精米还有一个更突出的特色，就是和肠胃。像养生家呢，都喜欢在粥里加各种各样的东西，比方说一些食品啊，还有药品。那么这些东西呢，加进去以后，那粥底如何能使它不影响这些食物的或者药物的功效的话，必须找一个比较平的做粥底。那么精米呢是非常合适的，它可以有效的调和这些药性，使呢这些其他的药品或者食品刺激肠胃的这种那个副作用呢减得更低。您看，精米啊，既不伤肠胃，又能够补虚劳，的的确确非常适合像王熙凤这样辛苦操劳的人。可是，在这道粥中啊，除了精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料，那就是奶子。奶子啊，是当时人们对乳品的总称，像什么牛奶子、羊奶子等等。那我们这里用的奶子啊，是牛奶。喝牛奶对身体的好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啊，偏偏有很多的人明明知道牛奶有益健康，却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啊，就会出现肚子疼甚至腹泻的症状。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牛奶啊，您喝了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道粥是怎么制作的，一会儿再告诉您原因。制作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往砂锅中倒入适量的水，用大火把水烧开，在等待水开的时间里，用清水将精米淘洗干净，几分钟后等水开了，再把淘洗干净的精米下锅，继续用大火烧开，等粥沸腾时改成小火，慢慢再熬约一小时左右。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当粥熬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勺子里这样的浓稠液体，这就是全锅粥的精华部分——粥油。如果我们说那个粥饭是人世间呢第一补人之物的话，那么粥油应该是补中之极品了。因为粥油本身呢，它的补虚作用要比粥更强一些，它本身呢富含维生素，而且呢还有一些很丰富的其他营养物质，因此在古人呢也认为粥油呢对于老人啊、小孩啊或者体弱者啊有很强的补益作用。比方说在《子规单方》里就提到这样一个食疗方，就是用粥油喝上一点少许的盐，让男子呢空腹喝下，这样的话呢经过一段时间呢，他认为其精呢自浓，而且可以有效的治疗呢精少不愈这样的症状。
等粥已经粘稠，快要熬好时，加入牛奶。请您注意，牛奶一定不能过早的加入，否则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加入牛奶后搅拌均匀，再稍微熬上几分钟，这样营养丰富的奶子糖精米粥就做好了。您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撒上白糖或红糖调和。难道就是它解决了喝了牛奶肠胃不舒服的问题吗？我们亚洲人呢，70%-80%体内缺少呢消化乳糖的这种菌群和酶类，因此呢，很多人呢喝完牛奶以后会觉得腹中呢，由于呢就是乳糖不耐症，出现了腹中的疼痛啊、难受啊，甚至腹泻。而呢，我们发现就说呢，如果是把那个牛奶和精米共同煮成粥的话，精米的调和肠胃的功效可以很好的缓解这种乳糖不耐受症。不仅能补益虚劳，还有这么多好处，难怪精明的王熙凤在自己最劳神费力的时候要选择这道粥呢。好了，现在啊，要揭晓节目开始的时候提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了。是什么样的米汤让贾宝玉和王熙凤精神健长的呢？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说的粥油，也就是浓米汤。人参虽好，但对于青少年或者是体质过于虚弱的病人来说啊，是不可盲目使用的。这个时候用浓米汤来补是最适合的。正是这个米汤救了贾宝玉和王熙凤。王熙凤啊，刚才说了，说虽然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媳妇，但却不同于其他养尊处优的女眷，尤其这管理才能啊，更是别人比不上的。但为了操持荣宁两府的杂事儿，也累得够呛。不过呢，这有忙的，就有闲的。您比如说，同样是主人的贾宝玉，虽然在大观园里啊和女孩子们打得火热，也是《红楼梦》里的一号男主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也就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是个被家长宠爱的孩子，不好好读书，整天就是想着和女孩子们玩耍。这不，赶上自己过生日，那就恨不得通宵饮酒玩游戏。可以少啊，六六六啊，自喜茶呀。等等，在划拳，虽不安息，每人在我们手里吃上一口。不过这回咱们不说他怎么玩乐，而是要来看一看这个《红楼梦》里的男一号，他的面容到底长得怎么样。外科没见就脱了衣服。记得林黛玉刚进贾家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贾宝玉就仔细端详了一下他，且看这是一个怎样俊俏的少年。啊，面露浮粉，啊，那是白色嘛，唇若丝子，红的，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转盼多情是写他的眼睛，啊，这个眼睛长得非常漂亮，有一种这个有情的那么一种这个眼光，语言长笑，说明他这个人让人看起来不是那么严肃，啊，是一个那种年轻人的一种朝气活泼，啊，天眼一段风骚，全在这个眉梢。他这种风骚全在这个眉毛上，平生万种情思悉对眼角，全在这里了。这个是透过黛玉的眼睛来看宝玉长得什么样，非常漂亮。贾宝玉帅气英俊，青春美丽，那么他爱吃的东西里是不是也有养颜护肤的宝贝呢？我们在《红楼梦》通行本的第八回里看到，宝玉去找宝钗，薛姨妈留他吃晚饭。这么冷，酒酣耳热之际，有人端上来一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两碗。这是鸡皮作为菜肴的第一次出场。在通行本的第62回里，宝玉和方官在一起吃饭，虽然有鸭子有鹅脯，但宝玉独独对虾丸鸡皮汤偏爱一家。拿来给方官。那么宝玉为什么爱吃虾丸鸡皮汤呢？原来在过去啊，这吃鸡皮
可是个时尚呢。清代嘉庆皇帝在东巡，也就是到东北去，到沈阳去，这个路途当中啊，他的这个御膳里边所列的这个鸡皮啊，做的为原料，来作为食品呢比较多，是吧？鸡皮、四喜丸子啊，是吧？这个在嘉庆的东巡的这个御膳档上都有记载，说明在那个时代，这个一种饮食风气。看来贾宝玉啊，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吃得时尚。鸡皮做汤，不仅皇帝喜欢喝，宝玉也喜欢喝。不过时尚归时尚，这时尚的就一定是健康的吗？记得在中医美容的理论里啊，说猪皮有美容的作用，它通过滋阴养血、滋润皮肤来改善皮肤的环境，从而达到美容的目的。而相对于猪皮来说，鸡皮在美容方面啊作用就更加特殊了。这个问题呢，咱们一会儿再去请教医学专家，先去看一看宝玉爱喝的虾丸鸡皮汤，如果要做的话，都该准备些什么料。要做这道虾丸鸡皮汤，您需要准备鲜虾肉150克，鲜贝50克，猪肥膘肉50克，鸡皮50克，菠菜50克，鸡蛋2个。鸡皮您只需要从现成的鸡腿上剥下来就行，而就是这如今人们吃鸡时都要扔掉的鸡皮，却隐藏着留住青春容颜的秘密。其实呢，就说谈到衰老的话，衰老在人体的上面有2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面部，一个是皮肤的松弛，一个是皱纹的产生。而这2个因素呢，恰恰是由于呢，就是弹性蛋白的减少而导致的。而鸡皮中呢，含有大量的硫磺软骨素，它本身是呢，就是弹性纤维蛋白呢最重要的构成成分。因此呢，用鸡皮的作为养生护肤的那个食品来说呢，是特别好的预防衰老的一个那个菜肴。宝玉的养颜护肤和鸡皮有关，这只是我们的猜测。毕竟按书中描写的呀，这个宝玉的年龄最多不过20岁，那这样的年纪啊，原本就是只有笑容没有皱纹的时候。不过根据刚才李教授的分析，如果宝玉继续这么爱喝鸡皮汤的话，也许啊，等他到了不惑之年或是花甲年纪的时候，他的皮肤啊一定会非常不错的。好了，赶紧去厨房看一看宝玉爱喝的虾丸鸡皮汤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做这道虾丸鸡皮汤的第一步，先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水，放入鸡腿上取下来的鸡皮，中火煮5分钟左右后捞出，去掉肥油，改刀切成菱形块，放在一旁备用。第二步，我们来切菠菜，把菠菜切成寸段以后放进搅拌机，为了能让它多出汁，再加入一点盐。好了，开始搅拌，把菠菜全部打碎之后，用干净的纱布把菠菜汁过滤一下，然后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把猪膘去皮切成块，鸡脯肉切成条，和虾肉鲜贝一起放进搅拌机里，加入一点清水，开始搅拌。当肉馅儿变成肉蓉的时候，准备一个空碗，先倒出一部分来，一会儿再用。这时候把过滤好的菠菜汁儿倒进榨汁机，和另一半肉蓉充分搅拌均匀后，倒进一个大碗，另找一个空碗打入2个鸡蛋清，
对一个方向使劲搅拌，直到打出沫来就可以了。把一半的鸡蛋清倒进绿色的肉蓉里，放一点盐，抓匀，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原色肉蓉。原料都处理好之后，我们开始制作。在锅里倒入清水，一定要凉水，否则丸子就不能成型了。等丸子全部进锅以后，点火，锅开再煮一分钟左右，捞出丸子。锅里的汤打去浮沫，加入料酒、味精、盐，放入切好的鸡皮和煮好的丸子。再一开锅，就可以装盆上桌了。贾宝玉爱喝的这道鸡皮汤做好了。中国饮食啊，讲究色香味俱全，单看鸡皮汤这个外观就非常的诱人。其实啊，还有更诱人的呢。《红楼梦》里的一个道士，他说啊，自己有一剂药，能够把林黛玉爱妒忌的毛病给治好了，您说奇怪不奇怪啊？而这个药啊，不仅奇特，味道还很不错呢。想知道是什么吗？下次的中华医药，咱们接着探秘红楼美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